为什么强大的国家都会走向灭亡呢？古希腊、罗马帝国、不列颠帝国、美国，因为他们都犯同样的错误，与原来使得他们成功的原则背道而驰。美国政府企图以庞大的开支和税收来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，巨额的所谓刺激开支，庞大的医疗改革，政府接管私有企业，债务累累，当然我们是他们的大债主，现在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。America can determine our own future, but only if we own it.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, we must cut spending and waste.